我压塞它已经在冻干器里面压好了，这个我们自己试一下，你就直接打开就可以。放压塞，直接就这样，位置都不用调了是吧？到时候有两个螺丝要锁一下的。嗯。看到这个位置。我拿什么工具？看到鸭子。摇到位，看。转的这个工具有没有配的？这个下面摇的这个工具有没有配的？什么工具？就上面摇的刚才这个。手摇的刚才这个。有的了。并且。这个加塞就不那个不用加了，对对对，加一下，对，因为我们压塞在冻干机上都压好了，过来都这里加塞不用。那等一下把那个堵掉了，怎么堵啊？这个是堵住了，已经堵住了吧？堵住了。这个是需要。刚才哪个已经卸下来？这个。哦，这个已经这个哦，这个已经把它堵住了。堵住了。这个他得找个什么东西，那你等一下吧，你把瓶子都拿，你让他挪，你去挑，你让挪，挪过来这个拿，这边就这不用动了呀。嗯，就换了。这个不要了。
贯穿是拔掉。这个贯穿的可以调一下就行了。对，它的这个它不会贯穿。哦，对，那个没关系的，就只要把这个升上来，这个要是拆掉，这个要拆掉，就等下一上一下把这个不是直接戳破了，烫了，没事。塞子掉进去，塞子也把它搞掉。这不是，戳到了。这个把它拆掉，主要这个要拆掉。就想办法把它拆掉。就直接把它压下来。压了吧？压好了吧？压这个要压的呀，我们手动把它压下来。这个不是这台压的，直接动钢机里压好的，我们手动把它压下来。这边调好了是吧？